有听到声音吗？吉他的声音。好，那我现在先带一首歌，它叫做《Falling Slowly》，那是一个电影的配乐。好。谢谢。然后我再提醒大家一件事，因为刚刚我感觉到，就是闪光灯的部分帮我关掉。就如果你手机上面有个那个闪电的标志，你按一下，然后它会有一个圆圈圈打叉，那就是关掉闪光灯，那就帮我把它关掉。就要拍照嘛，我们拍照都是可以的。嗯，好，那下一首。